痴迷在睡前听你叫我 baby， 好想感觉到你在耳边温暖的呼吸，一般你就出现在梦里，一般你就出现在心里。对，我刚刚快哭了，然后我一直在强忍眼泪，然后我觉得很感动，因为这些老师都是一路上最支持我的。我就要问男生呢、欸，因为都是他的朋友，所以我其实刚刚会不会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最多，其实都不是。欸、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你不知道。我就以为陈柏旋就是带他来，他的新人嘛，一直介绍我是他的新人嘛。我说好，那我们来帮助他录音啦、啊。啊。他上面干嘛？老师你好好、哦。我在上礼拜上去年才知道这件事情，但瞒了我两年了、啊。真的、啊。真的。那他瞒我可多了，我从对 key 到。先知道对 key， 那下一个就结婚了。